们是朱宗庆打击乐团，我们将与台北市立交响乐团一起合作，演出的曲目有吉乐二重奏痴迷。除了一般的打击乐器之外，我们还会使用到像是皮带，还有厨房常见的锅碗瓢盆来演。还有林清美老师所创作的《微光》，创作取材于泰雅族的歌谣，描述待嫁女子纺织时的彷徨心情。破铜烂铁协奏曲，我们会将生活中可回收的废弃的物品当成乐器来演奏哦。以及李哲毅老师的六六大顺。六位演奏家，每个人演奏不同的六种打击乐器，乐器种类包含金属、木头、皮革，融合传统与现代，带给大家不同的音乐飨宴。5月25号从台中出发，在台北、高雄共演出4场，欢迎大家来欣赏我们的音乐会。金